把他给他送到深山老林家，当狼养。消毒哦，给他消毒。对，我先把它冲冲它，上脏。这就是八四。八四啊？对。它不越漂越白，然后这狮子。灰尘自在上的，你自在挺好。从哪儿弄的呀？啊？从哪儿弄的呀？在河里边捞的。溅你手上了，大爷。这喷到你手上了。哦，给我也消消毒。那边不能过去，现在。说什么？哎，乖，你听话，那人不听话。哎，对，还是他听话。他都知道，你要如果那儿有一根绳儿，有一个棍儿，他就知道不过。我要不说过，啊、他为什么你？我平常不跟他玩儿。哎，你太胖了。太胖了。他不爱说胖，这哥是不叫毛头。嗯。这宝贝叫啥呀？叫来。几岁了？十二年。哇塞，十二岁了都。那十二年，应该是80岁到90岁。相当于80岁90岁。啊。白了吧，还挺管用。嗯。哎，真白。是吧？嗯。这块黄是怎么回事呢？没了，就是太阳晒的，或者他人过来摸的。哦。它有漂白作用是吧？这个八四就是八四，它就是漂白嘛。啊，它不会腐蚀这石头吧？应该有点这个那啥，但是不明显。对，是那啥，它都有腐蚀性。这是化学物品嘛？嗯，化学物品。又换了一个衣服，没有，还是那衣服。那原来是一红的呀。嗯。日进什么？日进斗金。嗯。